怎么长得都奇奇怪怪的？这还用猜吗？肯定是病毒啊！今天开完病毒连连看，你们有十秒的时间可以记一下它的摆放顺序。三人轮流翻出卡片，每人每轮两次翻卡片机会。如果是同样的病毒，卡片归自己；翻到不同的病毒，卡片会自动消失。当病毒全部消失后，谁手上的卡片最多即为获胜。那我们剪刀石头布决定谁先来抽吧。剪刀石头布，耶、我先。剪刀石头布，耶、我第二。凭我的记忆，肯定都能答对。先翻中间的这一块，紫色病毒啊，对应紫色病毒应该是这一块啊，猜错了，卡片消失了，我怎么什么都记不得了？那我就随便选两张吧。咦，这个病毒长得好恶心啊！再来一张跟它连着的，哦，他们俩是一样的，这两张卡归我了。完了，我也什么都没记住。那就先来翻第一张牌吧，是一个长得像冬瓜的病毒哎，我记忆当中这边好像也有冬瓜，那我就翻个跟它对应的吧。哇，不是吧？记错了，这个病毒怎么全是刺儿啊？这次我要同时一起翻两块，就你俩了。哦，大地了，两个金色小方块归我喽。中间的都被翻过了，现在只剩外面一圈了。先翻一个最右下角的，啊，冬瓜病毒。再来翻一个和它相邻的，啊，金色的病毒。病毒卡片瞬间消失了，我一个卡片都没有。这次我一定要翻对。那我就翻这个，又是这个长得像刺儿一样的病毒。再来翻个跟它相邻的，哇，也是这个耶！捕捉一对双胞胎病毒，又到我了，我翻啊，又不一样，到我了，哎，又是爆炸的病毒，剩下的这些该挑哪个呢？要不然就你吧，准备好了吗？我翻，哇、哦，耶！我已经有四块病毒喽，我只有两块。我也是，那我就翻你个独立的，哇，也是刺色病毒哎，让我来跟它感应一下，到底是谁呢？那就你吧，我翻，哇，我又有四个刺色病毒嘞，就剩七个病毒了，成功的概率一定很大哦，我翻黄病毒，再选一个它旁边的吧，也是的，我也拥有了四个同样的病毒哎，到我了，我得好好想一想，该翻哪一个？先翻这个，哎。病毒第二块就翻你好了啊，不一样，就剩三个了，三选二，几率还是很大的。那我来选这个吧，哇，四头怪耶！现在这两片中，可能有一片是跟它一样的，好纠结呀、啊，到底选哪一张呢？闭着眼睛乱抽吧，就你吧，哇，也是四头怪耶！我有四张，我也只有四张，我有六张耶！今天我终于选到 VP 了。